开始吧。行啊，刘光。是安装刀具。他这个不管什么规格的试一下就行，是不是？他主要是要录一个操作视频，他们不会用。把这两个地方调成一样平的，就是通过拧下面的这个东西，然后把这个电墩向上调，直到它们两个是平的就可以。家电不太好了吧？我他家原先有一盒可有意思，我给他们夹里边去。现在是根据木段的长度来调整这个工作面材的宽度。他这刺都多大？大几斤？那个已长了。那个老快了都，长了都。你看这底痛就完了。哎，这刀怎么好使呢？好使。啊，我来，我来。
咱这个问跟以前那种。那个，那咱电瓶了。